如何安住空性，那就为了利益众生的大悲，也为了成佛的菩提心。那如何把佛陀的圆满的功德帮助六道众生，那就要靠一个我们一个无我的空性。就跟他十五个月牛有法度将日头光遍照一切万物，所以呢，越想要帮助众生，那就越要有空性啊，越要祈求三宝的加持，那更要有空性。所以佛教一直要我们保持这样。当然面对三宝的时阵，咱后边是无量无边受苦的，等咧地界啊，等咧五鬼道受苦的众生。那为了要即代吼，北部众生有法度离苦，咱来得到三宝圆满的加持。那希望三宝圆满的加持，就透过咱，透过咱的这种的无我的空性，就像一个镜子的反射光，超过于直接阳光照射的力量，就像各位在照相机的闪光咔嚓，我那个力量很强。所以为了要帮助众生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空性，然后呢才能够把佛菩萨的力量，那当然你要得到佛菩萨的力量有多少要看你自己，看到这个顽刚，你哪用讨价的心态去上班，你就领到讨价的薪水同样，为什么？那你的老板就会给你更多钱，因为你用的是老板的心。所以慈航法师讲了，念一下：以佛心为己心，以师智为己智啊！所以我们要用圆满的佛心，圆满的佛心，那你才能够去利益众生。以师智为己智，那我想所有的善知识，他活在这个世间，不为别的事情，就是为了帮助众生。帮助众生，所以他现在要来做佛前大供养，那力量很大啊！诸佛菩萨都是在佛前发菩提心供养而得受记，就像释迦牟尼佛拿着青衣童子给他的五朵莲花、两朵莲花铺在地上，这样来供养燃灯佛啊！以这样的心被受记，将来成佛释迦牟尼。所以在《贤劫千佛经》讲了。过去是每一个佛的因力，用草席，用一块布，用一杯水，就成就了菩提心。就像各位看到贫女供灯啊，她把她的头发割下来去换几滴油，这样来供养佛，超过一阿瑟氏国王七日七夜68公里的油灯的供养。不但如此，被受记为燃啊须弥灯光如来。所以我想。那基本上何况要做这种大供养，但是大供养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，希望所有众生，当愿众生得到供养的世间福报，得到供养的出世间的福报，得到供养的成佛的资粮。给你供养世间福报是你鼻子会漂亮，但那出世间的福报，那你像香烟童子勿珍藏，这个香一点了，这个香也是因缘和合法，所以呢点香了，天我无穷得到增长，但是呢，以供香，然后呢，愿成佛，发菩提心，那你将来啊，哇，变成香烟如来、香云盖如来等等，成就菩提的方便。所以我想，赶快一支香，但是无赶快的动机啊，心量得到无赶快的功德。所以呢，希望各位做一个，不是讲一定要做一个佛教徒，要做一个心量足大的人。心量越大，福报越大，力量越大。所以佛陀教我们要培养四无量心啊，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心。所以有了慈悲心，就要发起为众生成佛坚定而不退转的菩提心。所以各位别再退转，你去在末法时代要去度众生，你用每个臭头啊，那甚至有人要杀你都会啊，因为那魔都会伤害你啊。好。有形的伤害力，你阁看会到；无形的要伤害力，你阁看袂到。所以越精进的人，魔越多，障碍越多啊！但是呢，最好的保护是什么？来，慈悲是武器，慈悲是护法啊！所以不管什么境界来了，都不要起心动念、嗔恨、批评，要不然你就让魔能够进来，贪欲的心态、嗔恨的心态，就会让魔得其便啊！所以我们现在要升起这个大悲救苦心啊！咱的老母今晚在地缸，然后到时间我一个同龄讲啊，恁老母搁在地缸，我看你前面就病到要死啊！
其实啊，阮老母超多啊，我之前也在困啦。你太自私了，啊！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地界，就跟咱老母在地界，咱老爸在五鬼道，咱的大兄在做高做牛在红台，你要有这样子的感受。所以讲啊，今天是讲慈悲是一种感受、感动、考。所以以前我们在念观音菩萨打坐，师父要我们做到两个考就好了。啊，你总会哭了，查甫念念念，我拢未哭啊呢，啊，个两个困起嘞，那代表我们，你如果念观音菩萨没悲心，那你这算阿拉伯数字而已，没意义。啊，一句观音菩萨，一个大悲心；一句阿弥陀佛，一个大菩提心。那这样念佛可以叫一心念佛，我们不能执着在语言文字上面啊。所以一文解义，三世佛言，就是讲，我即马咧讲，咱咧念佛经，而且解说跟我无关的呀，我也无咧做啊，那佛就哭了，啊，我们读地藏经变成地藏菩萨，众生都是母亲一样，所以读普门品变成观音菩萨，决心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救苦救难，行为实践，所以我讲这一点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大家来跟我念，我等虔诚，一心祈请。十方一切佛，十方一切法，十方一切身，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，慈悲降临，受我等为累劫累世往生父母、七世父母、轮回父母、冤亲债主、六道有情、法会内外受苦亡灵，愿其离苦得乐，往生净土，而作大供养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场有消灾牌位，现场有超度牌位，树里面有蚂蚁鸟啊，都是我们为他们精进努力的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今天来到福慧禅寺，要用100分的力量，虽然时间短短，在这片土地里面，念一下流血流汗。哼，今日就拼死在这，好不好？死是讲心死啦，你不要再有私心融入。所以佛陀之所以能够成佛，他是在每一个众生、每一片土地都是留下他的血汗生命，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众生的医护。所以这样，各位一定要有决心。所以我现在越觉得学佛不是读册，不是讲我来出家，不是讲我来念佛，而是一种生命的奉献，而且承担了所有生命的苦难，一种责任感啊！就像各位现在把你丢到非洲，整个非洲只有你一个人学佛，非洲的鬼天天都在拜托你，非洲的这些友情天天都在受苦，那你的急得不得了。所以佛陀说，一个发大悲心的人，如在地狱里面被火烧这样的痛苦，如果他有悲心，你个情况完了，那老母你红强干涉了，被红剥皮，你真正靠靠昏去啊！这个就是一种悲心。但是所以别乱卖昏去，所以你要保持空性。如果你没有那种无我的空性，那种怪老母怪老母，接下来你就感慨啊！所以所有众生的苦，你拢有感受，但是无这个我的老母这个想法啊，众生苦。那我想，我们必须要真实的去体悟，然后去实践。所以咱今晚的讲用，有要紧啊，无要紧啊。今节没有福报的痛苦的轮回有情，就是过去没讲过三步。所以我们要来为他们做大供养啊，让去超度啊，为他们做财布施，等一下为他们诵经法布施等等。所以我们虔诚这样做供养。第四页，那供养的时候我们会敲法器。敲钟的时候，地狱道打开，那加个魔晶嘛，你们讲啊多啦嘞，啊，明明无晶，你们讲还出钱的时候无讲的，啊，人家有出钟的钱呢，啊，敲钟，地狱打开，众生离苦，对不对？来敲鼓，火战，来念一下。牛马猪羊脱离轮回，断除贪心，发菩提心啊！古代表断贪发菩提了。过去有一个老出家人啊，贪污自私，堕落做牛嘛。
所以呢，后来托梦给他的徒弟，讲我变阿仔变红台戏啊，啊，你救师傅啊，将师傅的八刀皮啊，摕来做锅，你特刚给我讲，断除我过去贪欲的心，愿我发菩提心，不要投胎做牛再被杀了。所以我们要超度所有的牛啊，那四只脚的这些，天天敲鼓。断贪发菩提，敲钟是断痴啊，断愚痴执着，也升起了智慧菩提心啊。敲木鱼哦，大只鱼跟小只鱼，木鱼就是所有海鲜水产超度它啊，一只鱼啊，龙鱼为了救友好诶，一个查甫囡啊，为了要救因老母，安尼因咧死，啊，即个即个龙鱼来吞咧腹肚来救啊。然后龙鱼自己被捕，然后被剖开肚子，这样以后啊，囡仔得救了。所以呢，大家想啊，这只鱼要变哪？啊，叫老和尚来，这只鱼也袂在家，为了救囡仔牺牲自己的性命。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五官堂都做一个龙鱼啊，啊，放在大殿敲，这代表什么？来断嗔恚，发大慈悲心啊！所以各位呢，住在普里真好，无代志，家边后边拢咧讲。拢咧供佛，伊拢咧供经啊！但是你要了解，来敲引磬啊，断烦恼，发菩提啊，这引磬声。所以我想，各种的法器，除了用音乐供养，那最主要是不离大悲心，关心六道友情啊。所以我们也这样来佛前为他们做大供养，希望六道友情断烦恼，断嗔恚。啊，断执着，发起大悲菩提心，各个往生净土，离苦得乐，安尼有好不？卖个困难了，啊，中道假包的准备好困难，所以我打出给文书了，未使困，我书大家拢在困，做菩萨咧困中道，无理无理，后来闭化相拢在困了，所以我师父不睡了，我也不能睡，我师父说一天睡一次，保持觉醒的状态去冲。哎，可以离众心，因为我们是菩萨道啊，所以我师父不会问有没有盖寺庙。卢旭长老、正法长，你去哪里？去军队，好好好；去监狱，好好好。啊，去蒙阿波，好好好。哎，去太祖庙，文殊公更好。去多音啊，因为这些老和尚都是大菩萨实现，但台湾人就好不。那基本上老和尚不在了，责任在我们身上了，我们只能尽力的冲。好，所以大家升起这个啊大菩提心供养，大悲心融入，自己很专心的念。所以各位两位尊，你莫讲了嘴念，爱心念，心然五分，对咱的菩提心所点的五分戒香，普遍供养十法界众生上供下施啊，香烟童子就像佛陀一样，因为点香而开悟。而且呢，让这个香让所有的佛众生的鼻子都亮起来，哦，闻到最好的戒香嘛。所以，然后呢，鼻观鼻子发光啊，这个光佛陀的鼻子发光，可以消除众生无量，就像晚霞之光、瑞霭祥光，这样才能够有功德，足以供养诸佛菩萨，叫法中王，堪现法中王。然后念嗡阿哄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来，诸佛菩萨。身口意无量加持，就是讲这个香是由诸佛菩萨功德融入进去的一支香啊。那这一支香呢，也让所有众生的嗡阿哄身口意都化为像佛一样。两阿弥陀对方变阿弥陀佛，嗡代表清净，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；阿代表阿弥陀佛无量的加持，哄代表阿处如来不动如来的转化。所以这个嗡阿哄。也把一支香变成清净无量转化，上供下施圆满。所以各位公阿天阿姐啊，我觉得修行不是说一句阿弥陀佛，而是你要懂得一句阿弥陀佛的殊胜。那你两句个阿弥陀佛呢？啊，怪不得印光大师业障二三十年才了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啊。那我想我们必须由文字进般若，由般若进出实相，真实的去做啊，这样来供香。所以希望各位阿伯拢伫恁家安尼大供养，好唔好？今日转去就好供养，叫恁翁坐好，开始甲供养，可以变佛。你唔通干那供养佛，无要供养人啊！你拜佛，你卖甲我吵啦！
啊，学佛是为了让人成佛，让众生成佛呀，恒顺众生。那各位要会观想，你所看到的有形的物质，我问各位，这个什么？香啦，什么条啊？我都要讲，一切拢变香，什么条啊？对不对？后边的树啊，拢变同好的檀香、沉香，了解吗？你要会这样观想啊。所谓空性是平等，而不是说这个黑、这个白，那你就会在对立的状态里面啊。所以，郭梦姐，你人什么人？阿弥陀佛啦，不是妖修啊？什么个公？啊，您师父什么人？阿弥陀佛。啊，您婆什么人？观世音菩萨。啊，你们说罗刹鬼，那你这样你就很痛苦啊。所以各位说空是平等，那你要会观啊，碰到别人在做代志，拢是微妙万形啊，拢是在做佛书啊，希望他们都开花结果，所以慈悲如花啊，才能够结成菩提佛果。所以要有这个动机。那有形的灯，我们今天供10000个。啊，我们一年半来已经供了多少个？大家数起来，2100万盏灯，啊，所以各位爱拼爱拼啊。那你们讲，哎，用心就好，没有福慧双修啊。一个人要发愿要成佛，要累积广大的资粮，拜佛来拜10万拜，好唔好啊？念地藏经爱10万遍啊，啊，念华严经爱10万遍啊。你要观想，不能被他念10万遍。从我这里念，我拢观想，大家念嘛，我一声就 OK。所以大家共修功德就多，大家共修，但是不是赚功德，不是贪功德，而是为什么？众生就艰苦，今日经过尴尬的人，拢爱靠你一个食饭，所以你就必须要发大心，无变喏。所以我拄啊，一个技术看到讲，祝你发财，我输啦，我要出家，无要发财，你乱讲，要出家更加爱发财，叫一下善车来出家要创啥？对大圣佛讲，好，即有钱阁未执着，赞你修了未歹，福慧双修嘛，代表你累世的布施持戒。你不能说我出家我不爱钱啊，但是爱钱，但是唔是为了家己，为了众生，咱薄利来开一间免费老人院，好唔好？那叫做孝行嘛，行。转台湾破病老人拢来拢来，拢免钱，拢食菜。啊，你带一千个个冷气房，个外劳给你按摩。那他当然要来学佛，所以你没有福报，就没办法成就净土的这意思啦。所以佛陀说，一定天天要在佛前做大供养，将来怎么样？来净土庄严，国土庄严。你后摆出世的所在，即出世来保你啊！你了解不？叫国土庄严，那国土不究竟，净土庄严，将来你就可以成就诸佛的净土。那你不在人间供养三宝，那你就成就不了净土。这点外书一定要供。这个女众很会供养，男众很懒，你去供养，以后男众都下地狱。末法女人升天，男人堕落，兵端供养啊！啊，都认为那个是女众的事情。那如果各位要成佛呢，那这些要样样俱全啊。所以各位有福报不？阿那利尊者雷氏是一个贫穷的小偷，偷到没地方去，只好到寺庙，结果为了要提物件，用那个剑去挖那个钉，或一个更叫剑剃，结果一挖起来，那个光看到佛，啊，升起惭愧心。别人拿东西来供养啊，我会做茶来来个饕餮，就更小，就跪在那边。从今以后不做小偷，不然我就砍断手。愿我生生世世断除贪欲小偷，愿我能够大布施，愿我将来能够见到佛，愿我将来能够证空性。所以叫见剃成功，这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。所以各位呢，看到咱的缺点了，咱一世。一秒钟就要给等，好不好？别等到明仔啊！要改分就现在改，不要等我这包剥好完再来改，也剥到死。所以见剃成功是当下，当下就要改。人家讲你什么缺点，你就好，谢谢，跪下来忏悔，我一定要改。你不改不行了。就像我走这个门，我再讲一次哈。有一次我去读福研，拍摄我过完那个毕业啊，然后我就进大殿。
结果右边右脚，左边左脚，我们的小和尚哪里知道了？进去的观音，真话道，来，走一千次，一千次多点下来下去，就无民主诶。但是我永远都记得，我真话当然说错没关系，永远改就好。哎，就是这样，我师父也是这样，啪，给人俊长老扒一个。永远不用 morning call， 三点我就起床，闹钟啪啊一个，一世人都变闹钟啊！啊，我一种人，你讲八十个嘛，叫光光困，顿根呢，很难修行啊。所以各位，人家可以跟你讲一次，你一定要改变。修行也不是读书哎，修行要有人打你、骂你、警惕你，不然你就知道你缺点在哪里啊！啊，如果你修行只喜欢一个人住，跟俗光烈做怪孬住。怪怪，因为跟人家合不来，不懂得和谐，不懂得配合，不好修，所以要有这个警惕心。我们今天又供了万水，供灯两千多万，供水现在才四百十几万。啊，其实是供水较紧，大概，但是对供水较无信心，因水也无现在啊，小丁叫有安怎呢？啊，事实上各位要。都供水，所以我们叫十家行。你想要发菩提心，那主牛老不搞不多啊，叫要供水十万杯，供花十万，供水果十万啊呢。所以这些你都要具足，具足以后，那资粮够了，业障消除了，才能够圆满啊。特别食物可以接应很多众生啊。现在我们到处发慈悲便当，也做了很多。今天我会发给各位素食饲料，哎，这不是要等于给你吃。这是要饲鱼啊，流浪狗哎，啊，素食食物，然后呢，各位到处布施啦，乃至做成烟供香，这里面也有食物啊，上供下施，这火神君加持，诸佛菩萨加持，化成药烟啊，药烟布施给那些生病的孤魂野鬼，啊，你完全在住了不怕病啊，你就好起来。啊，这很简单的道理，啊，不所谓跪着吃咱的米啊，吸我们的精气。那我们就精神不好，就生病啊。那我们就给他食物的香，给替他上供下施，又给他药啊，替他念上供的药师经，下施的药师烟供啊，这样来圆满。这个出家人，伊什么所在跟咱无同款，那就今天三无同款啊。所以这个凡夫穿着出家人的袈裟，哇，佛经讲连皇帝看到伊嘛爱拜。啊，叫位列三宝，就讲那一个拍茶，变什么变作黄金啊？因为你出家嘛，啊，我这出家相不可思议，所以供养家世和出家人功德有多不？你后摆就做皇帝啊，啊，所以出家人出家一天，就算我给你二十四小时真乞丐，明仔再还丐，我嘛够一世做皇帝的机会，因为一天的辛苦啊，那个我们八关斋戒一天就不可思议了。啊，所以那所以供养袈裟给出家人啊，咱汉传的较歹供养，因为大家心宅无同啊，啊，所以咧供养红包，我们去缅甸供养，他们比丘尼咧一领七块美金嘛，啊，查甫诶，男众的十二块美金，他们没有分长短的，啊，因为一件就披上来，在缅甸有65万个出家人。啊，那藏传佛教也没有分大跟小，啊，但是藏传佛教也蛮贵的，一套好像将近台币要1000块，啊，那1000块算什么？那现在做几年就2000块呀，转世改通贵了，咱台湾呐，啊，所以那是因为供袈裟可以断烦恼、消除魔障、所有安全，啊，所以各位紧要紧呢。我缅甸的一位师父，我拜教这些师父，一个讲一个人如果死掉啊，堕落恶道不得超度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替他供一件袈裟啊那样，因为这个袈裟就可以断除他的魔障。如果能够请那个师父穿一个晚上，他马上就升天啊那样，还因为这个袈裟的力量嘛，啊三宝的加持，所以各位有机会多供养袈裟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方法。你就归去提钱去做啥个店嘛，你都好啊。你讲只要有师傅来供养，我出100块还得减100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供养1000块，有10个师傅来做啥，
给你画正一二三四五啊呢。刚才我们去供素食的，赶快了，对不对？来吃，师父免欠，两份免欠，三份免钱啊，这个也是个方法。我们就种福田，不空摩尼供养咒，那这个是观音菩萨的显现，叫不空寂所跟观音。那两者的机会时阵呢，啊，你就观想十方诸佛菩萨拢现前，接受咱众生的大供养。那因为众生做大供养，佛放光，所以即代轮回特别三途苦众生马上超度，叫不空摩尼供养。那各位平常你没有时间做大供养，同就你也要念这个咒啊。行住呢，你用观想哎，再背一次，观想比实际供养重要啊，因为观想是用心供养，了解吗？用心供养。所以当然有实际供养，更要有观想。就算没办法实际供养，用心供养哦，香花灯烛果。所以各位你老话都讲这十个祖师给咱写好的记忆给背起来，生前上福，袈裟亲子，袈裟尊者亲自手上拿了一件袈裟，在鸡足山里面要待567000万年，叫鸡足山僧少人子。所以这种定力不可思议啊的供养，而且终于弥勒佛现前，龙华三会法会从此呢拿出来这样供养。所以我们在供养任何一件袈裟观想，也是像袈裟尊者的从入定出定来供养诸佛，那这种心灵的力量就很大。然后今天他们还有居士准备了艾草茅草手工皂，要供养现场每一位出家师父啊，还有要供养保安油，保平安呢，小白师姐结缘啊。然后这个手工皂是由福慧生机小铺结缘啊。那今天我们还有供养大家每人一个上供下施的不丹的藏香，还有酥油灯四个，还有手链，还有一大堆，还有红包呢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观想修行爱啊，那样来好人欢喜，各位要培养那个习惯，走到什么所在的心让你欢喜才说呢，啊，这个叫慈心。因为我变一个面让你看，不然你怎样，我变多给你看，你的生了很坏，我跟你说你要练习习惯让你欢喜，让你欢喜，让佛欢喜的方式，让众生欢喜，让佛很欢喜的，每天在骂别人这样啊，你修行颠倒啊。所以你以对佛的方法来对待所有众生，好不好？梦啊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有没有设计一个人工血给他喝吧？啊，但是你要给对方欢喜，这真正的练习嘛。我打出给阮叔了点阿妹，我出给我拢点点，我不想爱求，我很喜欢看佛经。我叔说，不快乐的人出家干嘛？你不快乐，如何给别人快乐呢？所以他要求我要笑，要笑。起码我已经练习开习惯了，看电视，我咧笑无咧。啊，所以有人讲，师父你无笑，生了就歹看。是，对不对？要笑，对不对？要快乐，要给人快乐。所以弥勒菩萨故意显现欢喜相，他说：忧郁痛苦众生看到我形象得欢喜。所以各位要嚼肥肥，好唔好？意思讲心量爱垮了，爱笑，卖傲嘟嘟啊！不要讲别人错，你要讲别人错可以微笑跟他说，因为我们是佛教徒，好不好？不然你就会变成佛教徒。你都不，哇，讲骂呢，哇，骂个就歹听呢，有别人输人，袂使骂人呢，想拢歹去呢，啊，要微笑。你跟对方讲错，他就知道就好了。你那么凶，也不见得有用啊，又伤了自己啊。所以你微笑的、慈悲的跟他讲：“哦，你错了，哦，如何？”这样就好了啊。但是不要一种嗔恨心啊，伤害自己啊。好，不空摩尼，我们敲法器，三宝欢喜，众生离苦，就这个意思啦。嗡阿摩嘎波扎玛摩巴美班扎呀丹扎格达波罗格达萨曼达扎萨呀，嗡阿摩嘎
波萨摩那波美班扎拉，丹塔杰达波罗德吉萨曼扎，扎萨拉吽吽阿摩嘎，波萨摩那波美班扎拉，丹塔杰达波罗德吉萨曼扎，扎萨拉吽。这个咒在经典里面的，各位去看啊，《不空俱所摩尼经》，然后所以阿拜利亚的佛经里来念这些咒啊。也就代表做观想做大供养，整个世界去供养诸佛，令众生离苦。嗡阿摩嘎波扎摩那巴美达那达那格拉布勒格里萨曼达真沙拉吽。慢慢念久，念久你就背下来，没有别的窍诀了。就像我们出家师父念几年念念久都不会起来啊，你看不到？很多比丘尼寺庙很严的，不会背楞严咒不能出家吼，这下拍秒了啊！现在我不敢讲，讲了就没半个了，啊，就时代不同了，啊，但是各位这些变成你为了利益众生，并不是说念给自己听啊，那是因为你念哦，佛的力量就出来了，陀罗尼嘛，总持佛陀的力量。来，那麻烦义工菩萨现在一位点一支香，那边来用这个香呢，来做烟供仪轨。那想到要念这个烟供仪轨。就这个机会交请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因为我们要来听念药师经，希望我们今天所念的药师经不是个人的药师经，而是入法界，十方诸佛都变药师佛，十方众生也变成药师佛的身口意，所以我们愈多人来，愈多众生来听你念经，是不是我们功德愈大？今日你提麦克风，有十万人在听你唱歌，你也很欢喜啊！我唱了有记得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大乘经典就是希望我念佛的时候，我诵经的时候，就有百千万亿众生来听闻，来得到我的利益啊！那些马、猪、羊都在听。像我们有很多护生员，我老公立马就放一个啊，海涛法师就讲的，啊，我去啊看狗啊，狗啊给他吠，无民主啊！你狗啊，听讲你饲的你会长。什么狗在跟你叫？啊，都唔捌看过我啊！啊，所以同舅买大几张相片，都要特工都要放海涛法师，都要写写念。看到我个有魅力哦，主人来了。啊，不，我带人去无民主啊。我们现在几个护生员4000多只哎，啊，但是各位，那就跟他结缘，这是大众的力量。那进一步呢，你能养的有限，现在我们做了很多素食饲料。跟很多养狗的结缘，用尽各种方法，在世界各地，台湾有这个问题，但是在缅甸、泰国就没这个问题啊。每一条寺庙外口拢几百只狗啊，特别缅甸，哎呦，偌济供养拢无要紧，逐工拢会摕一寡给狗啊食，狗啊就自自然然都要度孤啊，他们也没有什么结不结扎，奇怪，人家也不会生太多，我们这边猛结扎还不是一直生。所以这就自然因果有它的特殊因缘吧。好，这个仪轨很短，但是却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点香，也希望各位呢跟我们家的人说，点香不是只拜神，不是只拜佛，这个香点起来，我们对所有佛、所有神、所有众生都供养得到，然后所以它叫四宾客。所以我们点香有四个对象都要供养到，念这边来，三宝：护法诸神、六道众生、父母祖先、远亲祭祖，都得到这个香的功德，这样叫做菩提心。菩提心呢，就遍一切处，菩提心不能舍弃任何一个小生命，一定要如此如果你舍弃它，你就破了菩提心，所以菩萨不能生气，不能讨厌任何一个人。那你为什么会讨厌？执着的人就会讨厌，爱这个就会讨厌那个所以各位，没有贪爱就不会有嗔恨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要发展了。佛教不是叫我们不要谈感情，要透过智慧把感情变成慈悲大爱，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以前认为持戒就是不要爱。不要去喜欢众生，因为我要出家，错了。戒是什么？爱众生，拥抱众生，但不是过去我们自以为的那个无名的爱。无名的爱是
是有分别的，是痛苦的，是占有的。那我们现在透过佛法，那我们要去爱众生。所以我当初给文书叫我去打工的把号都要接电话，都要你太孤僻了，你要去接客，没有叫你到市场门口拖波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要去、然后没多久就给我丢到恒春，哇，我恒春连 BQ 你嘛加槟榔呢，哇，抓抓抓抓，你讲呢？你可别度孤，念经较大声。啊，去那边干嘛？去那边接触他们，接触他们。我师父说，你每天早上念楞严咒，念给谁听啊？那你不是叫我念吗？你自己念。老菩萨来的时候就不要念。老菩萨来拍手供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结果找客人就这样呢。你念楞严咒、大悲咒，你自己念就好。我你念到尾也无半个。啊，在家有在家的度法，出家有出家自己的修行。所以我想，这个是一个方便各种方法，那目的呢，就叫接触众生。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讲，每天把长衫穿好，干嘛？去外面吃饭？为什么？走出去啊！师父不是要在寺庙吃吗？结缘。恒春没几个出家人，像你们南众年轻的，穿好看一点，走出去，这样每天走不一样的素食店，一贯道更要去，那个加加加。啊，然后把人家盘子收好，结个好印象。啊，因为我师父说，恒春人以前对出家人印象不好。啊，那现在我们去了，我们就要慢慢的改变嘛。啊，所以各位，我想，所谓小乘解脱道是封闭自己，大乘是什么？来开放自己。啊，让众生都走入你的寺庙，让众生都走入你的心里面。所以你要用各种方法去接触。我为什么今天讲比较多？就它薄利了，薄利太保守了。你的啊，我头一遍拄到发挥讲出家人比在家人较济啦。我头一遍拄到诶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可能咱无咧多在家人，无你嘛一人坐五个来，对不对？要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有些意思啊。同理。今天我来听课啊，对不对？要同理，还该给好人啊，要微笑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大家拿这一支香来上供下是燃样炕，什么意思呢？让就是火，那个样呢啊，样就是清净的空气，那炕就是清净的水，意思是说这个香也不能够离开火啊、空气啊、水。啊，就转化世界，嗡阿吽呢，就清净无量转化，也得到佛菩萨身口意的加持，一支香，啊，这里面的意思，供养三宝，供养所有护法诸天，所以各位山神地地主拢来供养，咱有24护法诸天啊，都搞遐尼侪神，拢是咱供养的，很欢喜，安尼咱才无障碍，欢喜满足，祈求除障碍。慈悲回向六道地狱恶鬼道畜烧天道人道阿修罗道，我们旁边有摆六桌啊，六桌都替六道众生上供下施，希望他们得到快乐。第四，回向鬼神冤亲债主，鬼神病冤亲债主是咱的北部七世北部啊，乃至咱过去伤害所抬死的债主，感情债主、肉体债主。咱们回向给伊，伊较袂这阵麻烦。祈愿熄灭恶意，完全在做个人偷者，你来无害，你来破病啊，做代志袂顺呐，啊，破坏你的婚姻呐，啊，所以呢，希望他们熄灭恶意得力量，一切轮涅众生，希望所有众生体悟空性，不再执着，悟无缘，祈愿三轮清净，大家都是像佛菩萨一样。三轮清净解法界，然后就嗡阿吽。在你念嗡阿吽的时候，是所有众生都身口一清净，身口一清净，无量供养嗡阿吽，嗡阿吽。所以各位也一支香啊，咱伫厝的内底就安尼供养，佛像、佛经拢爱供养，祖先、地基主供养完嗡阿吽、嗡阿吽，灶卡嘛爱行行，灶卡有灶供啊，供养完一支香啊插在门口，一支香啊插在门口。所以各位今天给各位的这一包香呢。不用插在佛前，就一支香供养完以后，甲插在把口，好唔好啊？咱台湾人有一个好兄弟的观念，非常好啊！好，即代众生啊，拢替上供下施，那这样一支香就圆满了菩提心啦，啊，遍圆十法界啦。
好，114页，来。让央康，让央康，让央康，嗡阿吽，嗡阿吽，嗡阿吽。我带各位用唱的，这个唱代表一种悲心，一种感情的流露，化为一种信仰的力量。然后呢，而且你要观想我们的声音到达最高的天，最低的无间地狱，他们都听得到。十方诸佛每一个净土都听到我们的声音啊，上供下施，用声音供养众生，用心供养众生啊，大乘佛教的要诀。现在要把这个咒语发给各位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佩戴解脱。那楞严经说，你就算不要念楞严经啊，你从楞严经给写下来，放在身躯的，那就像住在佛陀房间一样。那现在科技很方便，还有很多咒语，像这里面刻了6个咒语，里面外面都有啊，大随求咒啊，还是呢观音心咒等等。那现在就要发给大家带着，也意思是讲，咱的身躯，跟咱佛的身躯同款。啊，各位你哪一根腿给啊？个腿上好别人啊，功德无量。因为很多包括咱大家那念的金光明真言，也是佩戴解脱。啊，那那放焰口的尊胜陀罗尼也是佩戴解脱啊，众生呢吸着咱的辛苦，跟咱恭维啊，打着咱的样，那他就得到这个佛的力量的加持啊。所以有很多很多的，这个是一个信心跟悲心的问题啊。各位，首先你要相信，相信，然后也愿意放光啊，你关了修一点哦，奉根奉根。利益众生，所以我们现在做了好几十万，将来准备做好几百万。因为啊，欧美人士、西方人士特别喜欢戴这个，我们去了一直送他们抢啊，他认为戴这个很时髦啊，啊，但是问题是变成一个功德。那咱的念经一阵，咱辛苦啊，有炸这個，那等于咱有，所以把佛的功德放在你身上，然后呢？希望得到所有佛的加持，如果有多，我们出家师父发多一点，因为出家师父可以送给很多有缘的信徒，结缘结缘啊，结缘。下回我们师父如果要啊，我们再印多一点啊，麻烦各位帮我们送啊，然后这也是很大的功德。所以我们带咒语，除了保护自己以外，又希望对方因为接触到我们，得到这个佛的功德。就像最简单的咒语 Om Mani Padme Hum， 在经典说，你把 Om Mani Padme Hum 这6个字做成戒指，放在哪里都没关系，你连呼吸都有观音菩萨的慈悲啊！谁跟你接触都得到观音菩萨观音心咒的加持。所以我们的大乘佛教有这么多这么多咒语，能背不起来，至少我们现在都把它做成咒轮，各种方法让对方接触解脱、听及解脱、佩戴解脱，用各种的方法。当然了，三宝不买卖，意思是说，各位如果做这些殊胜的东西，然后你把它拿来做生意，这样就不好，会很损福报，会损福报，会短寿啊，会生病死亡。我看过很多大老板都哇无故啊，因为买卖三宝不好啊，佛像啊、佛经啊这些咒语，他想说哦，我给他刻漂亮一点，就卖贵一点啊，因为。利用佛教在赚钱，这是不好的啊！因为三宝是不可思议清净的。如果我们把三宝变成商品，那别人就会看不起我们。有一个重点，来念一下：升起大悲心，愿所有众生皈依药师佛。第二个，发起菩提心，啊，当愿众生成就药师佛果。第三，思维空性。那你这个时候你身口一清净，思维空性啊，安住空性，无有分别。第四，来十方诸佛化为药师佛，嗡阿吽，融入你身口意。这个四个观想很重要啊，所以升起大悲心，发起菩提心，思维空性，然后你变成药师佛，因为你的悲心，十方诸佛都变成药师佛，融入你身心。所以你现在念药师经药师咒，就等于百千万亿佛在念药师经药师咒，在利益众生啊，要这样来观修。因为我们修大乘佛教
这几个次第很重要。就刚刚那放眼靠放眼口，各位的法师都会要升起观音慢，我变成观音菩萨啊，身形广大变无边，诸毛孔皆放出甘露，要这样观修来放蒙山。所以我们放蒙山是标准，是每个人都要化成观音菩萨放蒙山啊，这样来利益众生。这也是一种消除我执最能够圆满菩提心的方法，就是身口意都跟佛菩萨合为一体。所以呢，大家来做药师佛，好不好？是如此。你别再说阿叔，我念阿弥陀佛呢，你修过几劳力？现在做药师佛，修等下做阿弥陀佛。因为药师佛也是要让众生往生净土了。有些人就是很固执啊，这个就是法执，认为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而不是说念这个对，念那个不对，不是那个意思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正好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1月14号星期日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除罪90节，上午8点半。板桥悲愿讲堂传授菩萨戒法会，联络电话02-2951-0355。1月15号星期一，念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持斋除罪7000劫，上午10点，板桥悲愿讲堂白度母长寿法会，联络电话02-2951-0355。1月16号星期二，念释迦牟尼佛持斋除罪8000劫，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就易倍，上午8点半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八关斋戒护生供万灯供万水暨甘露施食法会，联络电话03-989-9319。1月18号星期四，上午10点，桃园乐善寺那古塔前空地护生点万灯供温水暨慈悲施食法会，联络电话03-347-7666，03-331-0553。1月19号星期五，上午10点，苗栗弘法禅院护生点灯供水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，联络电话03-799-1513。1月20号星期六，三代祖师圣诞大寒，上午8点半，台中五方讲堂传授菩萨戒法会，联络电话04-2238-9987。1月21号星期日，上午8点半，台中五方讲堂传授菩萨戒法会，联络电话04-2238-9987。1月22号星期一，上午10点半，台中泰安慈悲精舍佛像开光点灯护生殊食享宴药供暨慈悲超度法会，联络电话09611073-85。1月25号星期四，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上午8点半，彰化园林国小八关斋戒护生点灯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，联络电话
04-837-8206 04-726-5266。1月26号星期五，贤洁千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十万倍。上午10点，云林观音讲堂岁末药师祈福法会，点万灯，供万水、护生、药供、殊时响宴暨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5-633-1565。1月27号星期六，上午8点半。台南东光国小八关斋戒、护生、供万灯、供万水暨甘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6-213-1112、06-258-9177、07-607-3377。1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半，高雄和春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。南区联合举办岁末感恩护生点万灯供万水又供暨甘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7-556-9911、07-722-1749、07-221-2323。1月30号星期二，念贤洁千佛，持斋除罪1000劫。下午2点。屏东恒春朝音寺点万灯供万水药供暨慈悲超度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8-889-5787、07-556-9911。1月31号星期三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除罪200劫。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万倍。月全食，善行与恶行乘7000万倍。上午8点半，屏东恒春五公寺八关斋戒、护生、点万灯、供万水、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8-889-5787。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点是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、护生、点万灯、供万水暨甘露施食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。日期：1月16号星期二，上午8点半。地点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。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。联络电话：03-989-8686。03-989-9319。生命点是北区联合举办护生点万灯供万水暨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。日期：1月18号星期四，上午10点。地点：桃园乐善寺。地址：桃园市龟山区乐善街206巷72号。联络电话：03-347-7666、03-331-0553。Oh, my.
再来，我们的贡茶。蒙山雀声，独占仙尘。朝朝有雨天残地，三战退魔军，爽快进。象征清醒，那贡茶，贡茶的人以后啊，头脑保持清醒。所以讲，那两个疲劳，你爱困啊，无精神的时候，你泡一杯茶来啉，啊，你精神就来啊。啊，咱含佛教徒嘛，同款爱保持这个清醒的态度，哦，唔通保持伫一种昏沉的。所以讲啊，袂使啉烧酒，啉烧酒伊就昏沉。啊，啉烧酒的口齿啊。啊，错得要命啊！啊，那喝茶口齿芳香啊，两个是不一样的、啊。要戒这个酒不简单呐、啊，要戒烟也不简单呐、啊。你必须要一直从他内经里面一直改供，回了解这个不必要嘛，那没必要安尼鬼嘛。所以讲啊，人啊，思想爱丢。
囡仔咱也加甲伊灌输一寡佛法的思想，互伊看一寡佛的故事。佛祖伫这个经典内底讲无量无边的故事啊，咱只隆重咧结缘的啊。啊，你厝内有迄种囡仔，你提一寡倒去互伊看。啊，小朋友他现在很有主见，你互伊看看，伊就知伊要安怎过日子啊。哦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啊断除这个啊恶业啊，所以贡茶可以让我们啊头脑保持清醒。再来，我们要贡食物，哎，一壶美味。食物予人吃，以后咱得到果报就是啥呢？力大无穷，哦，体力真好啊！啊，因为你布施，这个食物予因，予因啊，长养他这个色身呢、啊，所以反过来，你得到的利益更多。啊，你家己自自然然啊，身体自然健康，体力自然有，啊，寿命比别人较长。啊，对咱来讲，咱要布施是不足简单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台湾呢、啊，富裕啊，生活上非常富裕啊，不像南非那边啊，南非那边迄无物件通食是安怎？国际这个红十字协会，迄物件在里面，所有物件拢用抢的啊。啊，但是为什么会投胎在那个地方？简单的果报，自己本身有，不愿意去。帮助别人，所以他以后的果报就会，如果落入三途在恶鬼道，如果来当人贫穷下贱，然后我们要吃的统统不知足，衣食住行拢总袂当满你的愿，因为你不愿意去布施嘛，哦、自己有啊，无愿意看别人的艰苦，你袂有了怜悯心啊，不愿意去帮助别人。啊，那么咱呢？咱这当阵台湾人富贵，富贵你还阁继续制作。啊，咱常常要食饭的以前，咱先供佛祖啊。所以这个是制造我们未来能够啊寿命较长、较健康的最大的因。然后啊，供养是不可能吃，你后摆大家看到你嘛，真欢喜。啊，像我，咱。一个地藏殿遐，我现在都在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拢摕水果去遐，哦，一个碰瓷食。哎，物件摕来去遐食，哎，碰瓷后摆看到你足欢喜啊！啊，伊看咱去啊，伊袂惊哦，你去提食物要来啊！哦，啊，常常拿一些饼干去布施给那些蚂蚁吃，流浪猫、流浪狗，啊、哦，对我们来说，那个是我们的。制造富贵的因，所以你要较早去，安尼做布施啊。更重要的是，未来你会得到禅悦妙食。啊，这个禅悦妙食啊，就是唔免食饭啊，腹肚枵，坐禅就好啊，就饱去啊。所以欲界，所谓欲界，欲界就是咱家叫做欲界。天顶还有六尘嘛，叫做欲界。啊，四天王天、倒立天、四圣摩天、多帅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六天呢、啊，都还是欲界，他们都还在吃饭的、啊，也可以吃物件。但是如果到色界，出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、四禅天，遐拢禅悦妙食啊，哎，遐无人咧静坐，嘛无人，嘛无蜜啊，嘛无酒啊啦，啊，但是啊，啊，那边的人啊，肚子饿了，禅定就好，坐禅容易的恢复啊。是空天嘛，同款啊，哦，无色界嘛，同款啊，伊免食物件，
所以说那来到色界到无色界时候有这唤醒的世界、啊、没有男女的欲望，没有吃的欲望，有这幻天呢，或者幻天呢，啊，因为幻天的意思就是讲清净的所在呀。因为什么？没有在吃，他就没有在大小便利呀、啊。哦，那呢，以后我们自己就得到这个禅定的那种果报，啊、哦，才传阅妙时。再来，我们供宝物，色心一明。什么叫做法宝呢？法宝就是咱这个世间啊生活当中所谓方法啊，所以讲伊叫做宝啊。啊，这个法宝啊。